是我向志玲求婚的时阵，我送伊手指。既然你这么有度量，我对即马开始，都把这颗手指挂伫我手内，永远怀念志玲。一张眠床是应该的，而且我感觉已经睏几落工啊，这几天伊拢无睏好，我感觉真歹势。等若阁继续分房，这个后妈阁较烦恼。我妈伊当谅解，你无煞对我妈感觉歹势。假使你是若感觉歹势，你若等去你后头厝睏，我绝对无任何意见。志玲的后事麻烦啊，这样的代志嘛应该告一个段落啊。我给你挂志玲的婚戒，我接受你继续把志玲放在你的心内。啊，不过你身躯边的位置，我不准你和人斗。房间留你，我去起来睏，你要来未？你俩尊公，你无把我当作是你的太太，咱继续分房，你就会当当作你无娶某信。咱本来已经有夫妻之名，嘛有夫妻之实啊！你阁继续用这种方式躲骗我偌久？只要咱无离婚，就算是同床异梦。这张眠床，咱也是要继续躲。进了房间了后，拢无听因的冤家。啊，到这个时阵，医生嘛无行出房间门，安尼应该是因两个好好啊。啊，安尼我就较安心啊。才讲较安心尔，医生就过来弄门啊。害我错一条，准讲你锁要过来跟我客。你啥？暗困？哦，前几工啊，大家因为志玲一个代志，心情足歹啊，尤其是哥甲嫂啊，我就烦恼讲，唔知因哦，当时才会好好，想甲困袂去，想讲来甲你开讲者，敢会较好困？哎呀，咱人哦，一生加减拢会当着风风雨雨啦。不过甲你阿嫂，这款也度过。嘛，相信因的婚姻路对较平顺啦。哎，阿丽，最近你上班的时间，该当用全额咧，做伙出出入入，来电了吗？真不是诶，哎呦，我唔是目睭搞着喇叭，我该玩笑结足重诶。逐工哦，都在想讲安怎甲我创治，我想拢想袂赴啊，哪有可能甲会来电？甲会来电的哦，敢若有雷公啦，像伊遐尔白白人，总有一天雷公会甲伊电甲金死死。嗯，我唔过，我感觉你敢若真注重这查甫囡仔呢。若讲到唐永泉，阿你迄面的表情吼，
就足想爱食迄咸酸甜，那酸味啊，酸味都袂输爱情的滋味，哈、哦。妈，你嘛好袂讲啦，像迄种不知民间疾苦纨绔子弟哦，就算讲全世界敢若剩我甲伊，我嘛无可能接受。讲真正呢，八字姻缘是天注定。啊，迄拢做好诶呢，两个若是有缘哦，神仙咪就闪袂离。啊你哦，嘛免安尼死硬诶嘴杯啦，无世界亲像人讲诶哦，串讲串着。是啊，无这种代志咧，我甲伊无啥物缘啊，若是有吼，就是孽缘，伊是妖孽冤孽，我若是叫伊哦，我就是自作孽。我帮你请。阿嬷，我心如啦。哦，你嘛这么晚还没睡哦？我的少年人啊，爱做暗工觉啦。你别想我睡啦，身体保重。哦，你睡嘛，我你等一下。妈，有啦。燕君有较平静啊啦，啊是讲燕心哦，即阵啊有影有较委屈，啊毋过伊拢有吞忍落来呢，啊嘛就替咱燕君设想的啦，嘿，有影是哦性情足温顺的好媳妇，嗯，希望伊当陪咱燕君，赶紧走出失去子林的悲伤，啊来当搁甲咱燕君生一个囡仔，搁较好。我知，我知，我知，你足想要抱囡仔孙，我嘛足想要抱孙的啊。嗯，啊，咱家嘛足久足久拢无音啊声呢，嘿。嗯，乔汉阿生，啊，应生哥生，哇，死到咱家哦，都闹得滚滚啊。是摸啥物物件摸遐大个呀？哦，对，我甲燕君在讲的时阵买一把刀，燕君想讲咱家较下坑，所以我就提转来啊。哦，啊，你着为着要甲这把刀摕转来才转来哦。啊，最近天气嘛较烧热，我顺便摕一挂衫转去啦。啊，燕君的衫都敢碰的咯？你金家毋是咧偌大，搁客遐济人？你看伊自细汉都拢带这只宽只惯势啊，啊去遐甲人客，敢带会惯势？啊，我看哦，规日去燕君房块遮大，上门嘛带得较舒适。你也毋是无了解燕君的个性，伊袂同意的啦。啊，我看我真正找一个时间好好甲洗脑一下啊，那头壳拢袂晓变翘呢。我先去看衫。嗯。你的相片摕回来。
连这款代志怕什么？我麻烦。燕君今麦手怪，是伊甲芷玲求婚的婚戒，婚纱照放在伊房间的壁边，我看到影响心情，最后摕转来啊。啊，不过我感觉安尼颠倒搁较好，就亲像我甲一部分燕君献给芷玲，我有弥补芷玲啊，至少我心内较会滴过，最后干嘛袂遐重？你哪这戆哈？你对一个死人有罪恶感，根本就是咧自找麻烦。啊，不过芷玲的死是因为我，是因为你安怎？陈子莲死，只敢怪给你歹命。医生，卡苏雷，你若跟我讲你对伊的死负责任，安尼你要哪个燕君相信你？这只会当讲陈子莲是物竞天择，去由社会淘汰啊！你看伊，连伊家己都无法当保护，是要哪去捍卫伊爱情？搁再讲啦，燕君若真正跟这款人做伙，伊嘛绝对凄惨落去的。赵英新小姐，请你把你的罪恶感淡掉，感受一下什么叫做理所当然。好啦，假设讲你即摆无法当了解，等燕君回头时，你得当了解妈妈讲的到底什么意思啊？回头，我敢真正等伊着去讲，当然嘛会。只要你卖放弃，早晚会拄到一天的。放心啦，妈妈会替你处理。等下中午，我要燕君吃饭，你只要负责对温柔体贴就好啊，其他就交妈妈处理啊，走吧。恁查某囝也无伫个啦，来过来坐。啊、哦，我煞袂记得，啊，这时间子玲咧上班对无？无怪我安尼一直甲叫，伊拢无要甲我应。哈，你哦莫安尼啦，你安尼哦，我看你做唔甘的，你知无？来，手伸出来，吃药。好，紧吃。对啦对啦，我说袂记啦，恁早起去上班啦，啊伊哦卡唔着倒转来，啊你哦都安尼照医生讲的，三顿哦爱食药啊，啊药啊若食了了，啊都安尼好啊休困一下哈。我若感觉安尼头壳晕晕，啊目睭皮一直要眯落来，我就想要困的。水妹啊，你哦，唔明要当只困啊，要困在你房间，你当只困落去感冒着啦。唔会啦，我要倒只困，待子玲倒转来，我就会当看到伊啊。哦，好啦好啦，你哦，若欢喜就好啦。嗯，当在困，你就当不会困啦。你哦，三哦，我甲你教咧哈。啊，即马咧倒啊，啊，我来买一下便当。啊，你安尼好好休困，你哦，唔安尼我白走啊。
袂记吃饭无？啊，我来外口买物件，我送来阿子玲家。会长所长，真感谢你这边出面来指控遐抗议人士。我看这阵啊，应该无用官司都袂赴啊，应该暂时袂阁出来闹啊。啊，胚胎囡仔伫遐摇把叉，哎，跟迄几个狗囡仔闹可能阻挡咱赚钱啊。讲实在啊，真正好佳哉有你斗相共。你看啊。朱中元全等啊，接手唐宇建设总经理了，一点啊成绩都拢无。我是希望讲，遐股东甲董事大家当认同伊的能力，给伊一个机会好好发挥一下，唔再叫伊拆一间旧厝。结果嘞，伊一拖再拖，正经代志拢无咧做，规工干阿顾算，连工程嘛拢发包出去。唐宇建设是盛唐的子公司呢，这供水真正欠笑。哎，阿英还阁少年啊，阿较无定性啊，阿着需要哦，彭总裁你的牵加，我相信哦，有你陪边啊，伊应该哦会当栽培。栽培？哼，咱要甲牵加，伊不休干嘛无法度啦。咱公司有规定，得爱满28岁才当入去当事会，伊连咪特别满呢。我是咧烦恼以后善堂交伫个手的问题愈侪，恐惊到时阵，会规个公司拢毁伫个太主爷手头。我知我知，本来你放心啦，我一定是100%兼上台100%，我绝对哦是徛喺一边替你。爱一个人，无做心事啦。啊，对公司无任何贡献的狗囡仔。毛拢阁袂坐咧，我相信哦，董事会无可能哦，凊彩就支持任何决定，这点哦，你免担心。唉，自从阮大伯甲阮先生过身了后，我第一滴用心要经营圣堂。我阁会记我拄接手总裁这个位的时阵，根本就无人支持。敢若有人等你看笑，我逐天上班，逐天哭。我甲我家己讲，我一定要拼出一个地位。那即摆好啊，杨泉一转来，我带念真魂，就随后伊接唐宇建设的总经理。你哪知伊拢爱无要无紧啊？我看即摆囡仔是上过好命，拢唔知影读小学。啊，即摆无法度啦。现在的囡仔吼，拢是爸母先拍的，啊，是大人哦，拢帮囡仔穿到好势好势，完全拢无多吃苦，啊，大人就跟那草莓族同款。彭老大，你放心啦，你所做一切哦，大家拢看在眼内。看见哦，咱这个太子爷，无多上进，无多威胁着你啦。总裁，郭董，这是手冲咖啡，加油！哎，大家，哦，泡了真香，多谢郭董欧乐。真香。开发，哦，在那个是子玲上班的所在哦。歹势，你袂用入去。我是安怎袂用入去？阮查某囝直接上班，我要摕便当给食呢。你已经三番两次来这乱啊，请你紧离开，啊，若无我要报警啊。
是干那提便当尔，我也无犯法啦。啊，你想要报警？我不管啦，我要找我查某囝啦。你闪开啦！我要找我查某囝，你闪开！站在这边。总裁，我唔敢啦，万一伤着人是要安怎？罗淑云，你即摆是伫咧创啥？叫伊啊，甲出走。孟总裁，你把我查某囝带出，你把我查某囝掀开，你这浪荡查某，你绝对袂好死的，你有报应。文文，拄我叫你把车开走，莫插伊，结果你看车满几台车啦？你紧把车开死，我坐别台。是。你给我放开啦！你放开！要找我偷查某囝啊！不过你的查某囝陈子玲已经死了呢。你若要找伊，恐惊台去地府啊！哦，敢有需要我先转你？我靠你！子玲没死，子玲今天本来是去当我便当，杀了！威胁恐吓，加工自杀，那罪名拢无轻呢。你无可能看唔到。你是要故意的？你讲起来有啥意思？罗迪卡，这真正是意外。你到底想做啥？公开声明退出盛唐开发营运团队。队长一定是知情。三立台湾台真正好媳妇 ，Footer 专业机能除臭袜。你喜欢怎啊？我刚看到这里。